这儿有一个地窖，快开始勘探。这个下面没人，到那边去。这个李杏儿倒真是有本事，一个女人受了重伤，这个老爷们追了一个晚上，还能让他逃得无影无踪。你这风箱够大的，柏木做的，用了整整一棵树。好物件，风声顺畅，风量又大。要说这兵器库没个好风箱，是打不出好家伙的。看来金捕头对打铁也很在行。大人，没人。你先忙着，我还有公务在身。走。不错啊。杏儿，来，这些够你吃半个月的。刚才我家老仆人从城里回来，私下来这个给我。严阿府身处边境，是拱卫京都之重镇，对宝剑名刀求之若渴。现本知府重金悬赏，寻四海之内能工巧匠，打造神兵利器，共建杀敌御武之国门。延安知府袁守初，这是个机会，我要去应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瞒你说，伤你的那把剑就是我家的。什么？那剑是你给他造的？准确的说，是他让手下杀了我父亲之后强取豪夺。这么说你们也有不共戴天之仇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他如何骗我父亲签的卖剑契约，我还没搞清楚。我正想混进府衙探个明白，这不机会来了。三米半了，来。三米半了。还是不错。开始吧。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！那你看你的球啊，
唐龙，你这小刀是给盗墓贼打的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黑的晚上根本看不见，免得月光反射暴露贼人的位置。请列位各展手段，让大家开开眼吧。